由云林镇公所办理2013客家桐花季爱恋桐花花舞园林系列活动，20日起连续两个周休假日在藤山园步道展开。园林镇长张景坤邀请全国乡亲到园林欣赏桐花飞舞如春之雪的美丽。那我们呢今年特别举办了登山摸彩活动，我们希望所有的园林镇所有全国的民众能来到园林看我们的儿童花五月雪，让我们园林带动经济发展，让我们园林带动经济的起飞。我们借由今天的颁奖，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园林镇游童花看童花欣赏美的事物。今年活动还推出赏童大摸彩，让参加的民众有机会抱走50寸大电视、电冰箱、脚踏车等大奖，欢迎乡亲把握良机，踊跃参与。公益频道陈文硕，云林采访报道。